家好，我是 Jimmy Biu Biu Biu。今天要开箱的是我等了超级久的一个手办，也是我订的手办里面最贵的一个手办，来自 TS 工作室的不知火舞超大一箱，让我们来开箱吧。OK， 这个是一个它的示意图，还有这个证书。给我配了手套，贵的手办要有仪式感，手套戴上来。大家可以看到，全部的配件都在这里，每一个配件都让你感觉自己买的很值得。然后我们一样会从底座开始，那超级重的嘞。它的这个上面的话就是写说是限定编号的，我们这个总共是做了1199个，然后我们是第875个，真的太重了，受不了，快点来放下来。哇，这个真的太有分量了，我已经把它安全落地了。来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底座。它的底座的话，这种是无盐的，然后这种瓷砖啊，都做的效果非常好，特别是这个瓷砖上面有一个樱花随风飘落的那个感觉，特别让我惊艳的是这个白云。白云的话，因为底色是以白色涂装的，它就泛着一点点那种蓝紫色的阴影涂层，还泛着一点点粉红色的光。不过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效果，真的是它这个云朵做的非常的漂亮，有点像紫云仙子飘做的那个。接下来我们就来安装这个樱花的这个树枝。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树枝的这个纹路啊，它都做得非常真实啊，它的涂装效果非常的好。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樱花盛开的那种盛开的那个氛围，它都有做得非常的美，然后花蕊啊这些都非常的漂亮，很真实很真实。那我把它安装上去。接下来应该就是这一个，这个是带有灯的，看一下看一下。哇哇哇，哦，这个有点像月球表面啊，应该就是一个月亮。下午把它装上去。呦呦呦，这个 LED 有惊艳到我。我有开过很多手办的话，它的灯有的是用电池的，有的用 USB 直接连接的。上一次那个数码宝贝的是用触感的，就已经惊艳到我了。这个更高级，用遥控的，给大家看一下。而且它有很多灯效，看看这个就是最普通的。然后它的亮度也可以调 ，OK， 这个是弱一点，然后再亮一点，再更亮一点。然后它的模式有三种，你看这个是就是那个灯一直保持住的，第二个是会闪的，噔噔噔噔噔，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好像，哦，第三个也是有点闪，它的亮度是从亮暗亮暗这样子，但是我比较喜欢这种有闪的感觉，噔噔噔噔噔噔。OK， 先把灯关掉，我现在来安装其他的配件。现在我们来安装的是这个四个云的小配件，它各自的位置是在于然后这个就是在刚才连接电线 USB 的这里，就是用来遮住这个 USB 口的，就直接这样放住就可以了。现在我要来安装火辣女神火舞，她身上有超多配件，我要把它一个一个安装上去，来再看一下最后的人物效果。然后会先从她的后面的这个蝴蝶，它这个涂装效果是非常好，这个印花都很真实。然后蝴蝶结上面会有一点皱褶，这边的话是从这边这样穿上去，然后多一边的话也是一样，就要从他的手这样子，像穿衣服这样子。等我转过来一下，呦呦呦。接下来就是他的这个尾巴，尾巴的话就有点白色，泛着一点黄色的阴影涂装。然后我个人比较不满意的是，我觉得这个球这个地方的缝隙有点大，然后这个连接效果不是很好，我觉得可以连接的更好。然后现在把它装上去。然后我觉得这个尾巴其实它挺重的，然后它就支撑点就腰部的这个支撑点，我觉得支撑点有点低，所以我很担心到时候会不会尾巴下垂。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这个蝴蝶结，接下来就是它的头发，头发的锐度还是可以的，效果也是挺尖的，整体效果是非常好看的。你看这边有一个这个绳子的蝴蝶结，然后这边是衣服的那种红色的，很有日式的那种蝴蝶结，头发也是效果非常的飘逸。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安装他的手，他的两个手，一个手是握着花蝶扇，他的经典武器，多一个的话等一下是要放那个雨伞的。这样我把它先装上去。他唯一的缺点的话就是他的这个裙子这个地方，因为他这个裙子是粗面的，所以他的印花的话涂装效果相比这个蝴蝶结的印花的效果的话就差了很多，就有点感觉那个花是连在一起的，其他的话整体效果都非常的赞。
哦，是很多男生的第一代女神，可以看一下她的脸部是有非常姣好的五官的，然后她的眼睛、嘴唇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她的火辣的身材。火舞的原型是根据当时日本最火的两个偶像，胸部是采用了细川点江，然后她的臀部的话是用了当时非常火的女偶像半岛爱，所以她的这个身姿身材的话是看了连女生都会流鼻血的身材，搭上去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真的是有那种感觉夜间在屋檐上飞檐走壁要进行暗杀任务的。对于伞的话是这整个手办里面最最难安装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先把这个头发拿下来，因为它雨伞会安装在这个头发上面，先把头发拿下来，然后避免穿到这个手，也要把这个手拿下来，然后再把这个头发跟这个雨伞安装上去。 OK， 安装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头发再安装回去那个头上，接下来就把这个雨伞的地方灯穿上去，就穿进这个雨伞里面就可以了。这样就把雨伞很好的安装回去，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手装回去就可以了。真的是很无语啊！我对这个工作室的这个雨伞这个设计，我觉得它有点笨，因为这个手根本都撑不住这个雨伞的重量啊！刚才我的整个手啊，我在安装这只手的时候有一点点震动，这整只手就飘飞出去了，还好我的手没有坏掉。然后我现在想到一个方法的话，就是给它这个雨伞上面挂一个小吊坠，因为这样子的话，它这个雨伞就不会往上翘，然后它的重力啊就会往下垂，所以这样子的话，它手就不会飞出去。然后大家可以选一些比较好看的吊坠，我这个是我现在随便找了一个。然后现在这样子的话，现在我就剩下这只鲤鱼，这只不懂是什么，应该是鲤鱼吧，可是前面有点像狮子头。这样的话，我就基本上把它全部安装好了。到了我们的评分环节，大家觉得这个手办值多少分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手办的话，是我目前收藏的手办里面，无论是底座的背景还是人物呈现出来的效果，都是让我觉得物有所值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手办值6。这个就是我这期的全部的视频，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一定要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拜拜。